位投资朋友，打开后很高兴呢，今天又来到我们周末了哈、哦，又到周末了。那希望大家这个礼拜啊都能够有赚到钱、哦、我想应该是有了哈、哦。啊 ，key 干呢嘛，是讲唔知买有 key 无 key 呢啊。那当然，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啊，事实上剩下不到一个月啊就要选举了。那其实你说要怎么解这个盘，我相信也不用多说了哦，因为建户啊。恭喜在对吧，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可能说，对不对？最后阿弟啊一定爱干满杯哦，最好1888哦，这开玩笑是这样子讲，但是呢这个政府的心态啊我相信是很明显的啦。那当然指数来讲的话呢，我相信突破18000啊，到选举那一天突破18000以上啊，这个就是你一定就是要在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选前之夜，对吧？小英拉着赖清德的手，你看看民进党就是不同啊，对吧？那历任的总统说真的，以前大概12682都天险嘛，12682都过不去。然后李登辉来是一样啦，阿扁来也是一样，马英九来也是一样，12682的，对不？所以你今天你马英九公告瓦后，对不？你阿扁也公告瓦后，你安怎那个12682都过不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们在牛年的时候曾经有来到过1118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哦牛年啊，牛气冲天，所以老虎年跌了将近有老虎年跌了有6000点。18000多跌到12000多，现在又爬起来、哦、所以我认为啊，当然政府啊，尤其是小英啊，对不对？也快要那个他，我认为啦，我个人是这样认为，应该是在哦这个未来啊，应该会突破牛年的高点18000多、啊。我认为应该大概，我认为大概小英在明年的520之前啊，这指数是看到19000以上。哦，他可以光荣的退下来，那我做得很好。那再加上啊，新任的总统啊，这个总是要庆祝嘛，对不对？要庆祝哦，所以接下来来讲的话，我相信行情是不会冷的啦。哦，这不管怎么拉回，所以你这边你也不用去研究说到底美国股市怎样，美债怎样，美国的利息怎样，美国的会不会调息，会不会美国怎么创新高，美国又怎样又怎样，我就不用去分析那个，因为这个再笨的人，你看看今天拉了钢铁，那为什么这没涨到的都涨了嘛？那下礼拜又回到电子，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嘛？好，礼拜给我灯来点住，我来我去我来，但是它就是怎么样，有拉回你要注意买点，那强势股拉回要注意，那弱势股今天要涨到钢铁，但是不是涨到钢铁，钢铁是主的，不是呢？对，就是大家都比较没有动的，那今天当然也就涨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涨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动得很厉害的，那今天就休息一下嘛。哦，但并不影响这个行情继续往上，但是强的股票它一定会不断的创新高啊。哦，你要知道主流在哪里，有的是那跌很深，跌很深，跌。那钢铁说真的，今天涨啊，昨天涨了金融啊，这种股票说真的，这个都是。哦，这种就是资金太庞大了，太多了，大家赚太多啊，总是要给他一个交代而已。你不要认为说他会是主流啊，所以我认为拉回来仍然是怎么点足够嘛？那点足够里面当然，对不对？我个人认为，什么网通啦，什么 IC 设计啦，啊，这个都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，非常要注意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今天连恒生都上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代表什么？全球的经济在龙年啊。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龙年我相信会更 不得了 啊更不得了，因为我早就跟你讲过嘛，美国说真的明年一定是往降息的路去走，为什么？因为拜登他也要选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看说哦，川普民调高，拜登他开玩笑啊，不今天没让你到中市到4万到4万5万，对不对？他是要怎么哦、所以我认为都这个都是这些东西，全世界的股票投资朋友的那个福音呐、啊。所以你不要去买那个叫什么美债啊，那康康拱拱啊。哦，什么 EFT， 我这样股票不得了啊，这未来股票，因为债券的东西哦，说句实在话，这个不用去想太多了。
讲真话哦。所以陈老师以前像这个在跟你提到这个有没有 Hebe 啊？啊，卖公债啊，那公债让着大家了，对啊，这卖个公啊！你看看这个也是我第一个讲的、啊，11月9号啊。你看今天你看6231，没卖 Hebe， 你看这也是3.81的股本，今天也创新高了。去刚好卖啊，11月9号，那有人卖这個？陈老师还有什么没卖的 Hebe？ 这不是我第一次说的，我的资料都还留着呢。6231啊，这个你也不问，这你们也不买啊。欸，我今天我说真的，我不要说什么涨了多少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也创新高了，这也是你看，我不是上次不跟你讲吗？3.8亿。又是来 3.8 亿的小股本，我自己股票一要不得了，没有人要买，今天也创新高，今天200万呢。我当时我在这边跟你讲，现在才1XX呢，你看我都还写在这里呢，以后会站上2XX 3.8亿的股本，对不对？我正好是讲的，谁要买这个东西啊？没卖 Hebe， 我掉下去比下过还想要呆意呢，没卖 Hebe， 没有人要这个东西啊，细微，这谁要买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讲这个东西哦，说真的啊，我没有的不会跟你谈呐、啊。我今天我再让你看个东西，我再让你看一个，你看这 Hebe 的业绩哈、哦，它是不错啊，今年说真的是有赚呐、啊，这赚又怎样？3块钱第三季。哦，我陈老师今天让你看有一只股票，你要放在心里面，这是 Hebe 哦，这 Hebe 哦，碳砂扣啊，我没跟你骗的 Hebe。长成这样子呢，你看这边才146呢，我11月9号在讲的时候，这边才146，你有看到？今天也叫224。这种卖供啊，这个供，这是你的是什么吗？我没讲哦，我没有讲吗？啊，好，没讲。我让你看，我今天要让你看个东西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跟你介绍一只股票，非常非常重要。绝对是年度大戏，来先看一下这边哈，你看这 Hebe 哈，来看这叫 Hebe 啦，这叫做 Hebe 3.8亿，到今仔日为止，哦，你要你慢慢看嘛，现在2XX对不对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讲嘛，现在以后也会到2XX，没有人信呐、啊。陈老师，你都喜欢买这个小股本的，陈老师啊，你都喜欢买这种小股本的，这个冷硬啊，你就要结束吗？这个才2亿股本，这3.8亿，我跟你讲过，很多股票拉回来你要注意，你万一拉回来没有买，到时候上去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连追都追不到。我只要讲过的股票，以后我跟你讲都是几倍几倍几倍，你绝对会卖在低点。你如果没有卖在低点，我随便你。尤其我跟你讲有什么电差了什么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以后等着看好了。今天最重要，今天周末我要送大家一支非常重要的股票，你看看它礼拜一的表现。我们不要讲废话了，陈老师你也知道我的个性，我的个性我不喜欢跟大家谈那么多废话。我就跟你讲，这个行情是你想象不到的大行情。我跟你讲，包括美国，包括台湾，以后小英明年520就职，你看有没有会落到19000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定在选前啊，一定18000的啦。后礼拜又冲起来，后礼拜又冲起来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最近很多人他赚不到钱，当冲赚不到啊，当冲的啊，做长线的都赚的荷包满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一半的在当冲，所以那当冲都被修理啊。可是有的拉回来，你反而要买，那就长线的你就不要动嘛。那这个行情很明显嘛。当冲温系列啊，啊长线的就大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看的趋势的人，他一定是做长的嘛。你不管美国降息也好，不管台湾未来的选举也好，不管小英明年520他要结束任职了，这个都是要往19往甚至2万点去走了嘛。美国也是未来龙年他也要降息嘛。所以你现在你在每天在里面小白在里面当冲的人，你就温系列啊。但是你今天你做长线，你就强的股票又来紧买者，强的股票又来紧买者，拢是这种人在赚啊，都是这种人在赚嘛。
啊，最近每天去那边，哦，看强就追，看弱就杀，看强就追，看弱就杀，还去放空。啊，那个一定比较不好赚嘛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趋势是对抱长线的人有利的，抱拉回来加码的人有利，那就一直放着，一直放着，那种人是有利的。但是现在这种行情一定是对短线的人是不利的，对当冲的人是不利的嘛？我跟你说你知道意思吗？因为怎么？因为很多人已经看清楚趋势了。那既然趋势它是要往上的，美国也是拜登也要选举，它未来要降息，台湾也是一样，小英明年最后520要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啊，选完怎样啊？明年会先下后上，我跟你讲狗屁，明年先上后下，不是先下后上。我跟你讲，明年就从一月开始一直涨涨涨，涨到五月，涨到六月，可能明年下半年才会稍微回。所以我讲话，我跟你讲，我都跟法人听法人的，就有人做法会，我跟你讲，法人说明年会先下后上，我跟你讲，明年是先上后下。明年我跟你讲，从农历年一路攻一路攻一路攻，攻到明年那个蔡英文任职完了520才会开始震荡往下走一下。但是走一下还是要再继续上去，只是说下半年没有上半年好。你今天不管谁来当新的总统，我跟你讲，新官上任都得三把火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财团要表态啊，就像以前那个新的皇帝上任了要进贡啊，这个是一定要靠大喜功。中国人就说奇怪，我当总统不管谁啦，我今天没有讲谁，我当总统你们不表态吗？都要表态嘛，财团都要表态。对，你还敢卖股票啊？这个不错，最近拉得很凶啊，表态很好，真的啦，中国人就喜欢这一套，好大喜功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明年一定是上半年好，下半年不好。也不是不好，它会比较没上半年那么好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明年的520，因为蔡英文总统就知道520嘛，520之前一定是，对不对？小英凯旋说，万九啊，我小英在贝尼来，我创造了台湾。其实外交、经济、内政都很差，不知道断了几个国家了。但是我小英哦，满高满背，李登辉有追过不？阿扁也有不？马英九更惨，马英九的时候任职的时候，哇，那都弄了七八千以下，弄了七八千以下的算。所以那马英九你就不要常常出来了，丢人现眼了。马英九那八年，你知道？你去查一查，马英九那八年，那股票都是在8000点以下玩的，连一万都好像很少，不要说12682，所以12682的时候李登辉啊，哦，李登辉，然后后来12682就变天险，小英一来了以后，12682变成底部了，你知道？我就跟你讲过变底部，所以说在虎年最不好，跌了6000点啊，从18000多啊。因为牛年涨很多嘛，牛气冲天嘛，后来你去查一查嘛，18000多跌到剩12682，一般12682变成是底部了，所以这代表小英是怎么样踩着阿扁啊，踩着李登辉，踩着马英九头上说，我的底部就是你们的头部啊，你们这些人都站在我的脚底下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嘛？哎。你有听过有一个人叫武则天吗？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叫武则天？就是这个心态啊，真的、啊。哦，小英看了我，见了我的欢喜啊，欢喜。真的啦，其实你不要有那个党派的意见，我是讲是真的，是因为这是从指数来讲，所以有时候也不要说一直在讲说啊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你看的哦，哎，这是历届的总统啊，你看这是我不用画这个、啊，你看历届的总统，这12682的天险，你看历届的总统，他当十二年，他当八年。这马英九最烂还到6000呢，这是马英九，
这阿碧啊，这李登辉，所以以前的1268你们看到，好，你看看这个武则天来了，你们这些男人啊都在我的脚底下混啊，要过不去嘛。他一来了，你看1268变底部，因为这个在牛年啊冲到19啊，回来啊1268变底部，所以这些人是不是都在他的脚下，那男人全部都在这女人脚下，你看现在又上来了。我讲的是真话耶，我在讲的是真话呢，这数字会告诉人啊，你不要跟我有意识形态好不好，因为我讲的是数字耶，我讲的是数字啊，这是李登辉，这陈水扁，这马英九，这个中国人、哦、常常讲一句话啦，其实我在这边跟你提，就事不过三。其实你从国民党的历史来讲的话、哦、蒋家是算第一代啦，这不能说不是啦、哦、第一代啦、啊、李登辉算第二代啦、啊、马英九的话这算第三啦、哦、这个真的是历史是这样子，事不过三啦，所以国民党、啊、已经经过三个了。那这个民进党这算一啦，阿扁也算一啦，小英这算二了，所以应该还一个，还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后来以后蓝绿就都没了。我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我猜一猜，我是猜的，我不知道了。这你蒋家算第一嘛？这也干了又久，李登辉算二嘛？这算国民党嘛？蓝的嘛？马英九算三的嘛？民进党这算第一个嘛，阿扁嘛，啊小英算第二个嘛，小英算第二个嘛，所以应该民进党还有一个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删了就没了，删了就没了，哦，所以人家常讲事不过三，三，哦，所以第一个一个两个。那陈老师啊，这个轮完会不会以后又轮到蒋家、啊？你怎么这么聪明？你太聪明了！我不要跟你讲这个了哈，因为政治的东西大家比较敏感。因为我只是跟你觉得说哈，我觉得都很好啦，只是说哈，这真的指数看起来真的不太好。因为你像过去台湾1268、1268下来，你看小英，我不要讲他好，因为讲他好人家又不爽了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我们从股票的，因为说的内政外交是看不出来有什么，但是你看股票来讲的话 ,1268, 你看现在 19, 牛年 19, 回到 12682, 现在又到 19, 有都快要 19,、哦、所以你看是不是小英都踩着这些男人的脚下，你们都不是用没有摸好啦，对不对，一群饭桶，以前那武则天都常常骂的，你们这一群男人啊，一群饭桶。我陈老师讲话开玩笑，我们有时候给他幽默一点，幽默一点，因为事实上这种东西，股票的东西哦，股票的东西的数字都在这里啊，你也不能辩驳、啊、尤其马英九还跌到6000呢，马英九的时候还跌到6000点。哦，当然我陈老师讲的这个是数字的东西，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今天跟你提的哦，你要注意听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叫 Hebe 啊，这你也无买啊，这你敢有买？30块咧介绍的时阵你也无买啊，即卖拢100、哦。你不要问我2亿的股本，对不对？这叫 Hebe， 3块对不？我今仔日给你看一个股票，来看一下，这股票拉近一点，这 Hebe 哦，这 Hebe 哦，不错啦，业绩不错。这一支股票你们看到6.16。我这样让你看，我这边给他写哈，普天同庆来得天下年度最佳最强标王。我这边我在这个地方我给你写，细微黑迷西门不够看，真正的王，真正的王在这里。我再给你念一遍，我再让你看一样东西。我之前给你介绍这黑迷，对不对？
甲你介绍这鱼米对无？11月9日鱼米，无买的鱼米，有没有讲过嘛？有或没有嘛？新闻我有讲过嘛吼？讲过了吼，我都写在上面了。鱼米对不？那我就跟你讲，我让你就看一个东西，3.8亿哦，3.8亿的鱼米哦，11月9日哦，来，今年看第三季赚了3块。这一支股票我们看一下，涨到今天200多，涨到今天200多哦。我再让你看一下一份资料，这一支股票今年赚6块 ，Hebe 的一倍 ，Hebe 的一倍哦。Hebe 的一倍，新闻的。新门的 EPS 的6倍，我讲很清楚哦，5亿以下的股本，我这边我跟你讲哦，我告诉各位啊，这一支股票啊，将会为未来的盟主真正选上了总统。来庆功！今天我说实在，谁得天下不重要，要你能够来得天下，要各位你未来能够得天下。哎，希米在剩啥啦？希米呀，去到今天啦！哦，陈老师啊，真正赞哦，10块，希米剩啥？希米在剩啥？希米在剩啥？200万呢？赚3块。各位，他的 EPS， 希米的一倍。新门今年赚1块，新门的6倍，还没动。最重要的，我跟你讲，未来这一支股票。我告诉各位哦，你要注意听哦，你要注意听哦，听清楚哦。这一支股票未来，你先放在心里面。台湾最大最震撼的电子，我讲到这边哦，你听懂哦？将要入主，将要入主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你不要说陈老师啊，哪一家？你可能已经想到了，对不对？台湾未来最大、最大规模的电子 company， 未来将入主，将入主。我再讲一遍，今天这一份资料，谁得天下？你能不能够得天下？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
相信专线02-8511-3366 8511-3366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各位，这一支股票，我将未来会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三个月，讲半年，你等着看。这一支股票，希望大家都能普天同庆，得天下。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